这个其实我真的很荣幸这次被邀请当作嘉宾，但是我没有飞过去，我现在想要用什么方法。其实我从来以前都没有试过用这种方法，你们知道吗？刚才我在唱的时候，我是不知道你们现场发生什么事情的，我就是耳机听着这个我的 CD， 然后我就跟着他这样唱出来。所以可能要有，我不知道这个演唱会能不能录影，但是也许导演组可以拍给我看，因为我想知道刚才到底是什么感觉，很期待哦。刚才唱，你们听到什么？期待。我听到了。OK， 到来了，公分滚鱼。都可以挑戰一下廣東話嘅。我覺得林家謙係一個好温柔嘅人。其實你哋知唔知道，温柔其實係一種好 powerful 嘅特質。特質。Personality。嗯。係咪？係。所以咧，今天呢個演唱會完咗之後咧，如果你哋可以記住一種感覺嘅話咧，你哋要記住温柔係一個好好嘅嘢。我哋都應該要好温柔去生活，去做所有嘅嘢。其實因為你開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場演唱會嘛，所以可能有啲觀眾朋友係唔知道我係邊個，我係邊位嘅。我叫做林友嘉，我係呢個位係我嘅。OK， 接下來呢，我們要先講一下這個，先换 switch to another channel，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唱的这个歌呢，也是林家谦写给我的一首很重要的歌。你知道吗？这首歌呢，非常的鼓励人。我想 Terrence 的年纪比我小蛮多的。没有。今天没有吗？没有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吗？ OK， 没关系。我三十五岁，你几岁？你需要问吗？三十吧，还没到三十。OK。我相信呢，今天在场的很多观众朋友，也许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年纪更轻的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不是只有年纪轻的人才需要勇气去面对未知，不管几岁的人可能都需要勇气去面对未知。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，包括嘉谦，包括可能导演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，我们可能甚至有人还没有找到工作，每个人会去拥抱的那片天空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要知道自己的珍贵。而且呢，当你要去面对这个很未知的天空的时候，希望你有勇气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送给大家，这首歌叫做《飞》。